你是谁啊？哎呀，你不要紧张啊！我是这个森林里面最好心的大野狼先生哦。大野狼先生，自己要的啊，演出能够带动啊亲子活动啊，也希望云林地区的啊家长能够带着小朋友在5月20日星期日的下午3:30开始来观赏。啊，由我们的育英国小啊，第一场在我们的育英国小，第二场在我们的园林国小，6月17日，我们希望借由啊这个两场的演出啊，让园林声势啊的活动也一起啊助长我们来到园林观赏我们园林的啊节目，也看我们的节目表演，也来啊园林吃美食啊，看我们园林的啊文化。